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一个中国女人在伦敦生活的第一集。一个中国女人在伦敦的生活，那就是我。已经是今年是第16个年头了，2001年年尾来哦。跟我先生。然后呢？对不起，这发型哈，因为我思考了很久，我要做这个集字，估计是有10集左右吧。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收藏的，收藏，说得很严重哈。说起收藏的概念，实在是个大话题，跟很多故事。不算特意收藏吧，就算是特意买的。呵呵，买是有的是不经意的买的，有的真是特意买的。假如说现在这个壶就是，你们看一下。